好久不见，何老师。Long time no see。李淑欣现在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火。我叫蔡明明，好吧。我以前对她特别的不好，然后经常不回她的短信。我哪有？你不要讲了，我一给你发短信的样子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看现在。希望他让开吧，我才是最美的。他才到这儿，你就让我让开了。希望李淑欣红了以后，不要像我以前对她那样对待她。你以前怎么对待我啊？比如说发短信不回来。你不要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发短信？你不要乱说。你干嘛呀？你到底是要录还是要拍照片？对不起。